在惠林县的保中乡举办第四届回顾文化节，乡内底各学校的回顾队哦，嘛拢来游街表演。有学校老师兼这个地方资深的回顾店的老师来指导，伊拢利用下课时间来学习。惠林县保中乡举办第四届回顾文化节，乡内各村学校回顾队进行采集表演。有学校老师甲地方资深的回顾店老师指导，利用下课时间来练习。我们是三年级的时候啊，就是他们有兴趣，主要是针对有兴趣的人，然后动作又不要太，就比较敢秀的小朋友。一个队有几个啊？有几个？12个。十二个。21个，那今天来了几个？16个。要成为回顾队队员，必须经过严格训练，还有老师挑选有意愿的动物，负责不同款的点头技术。怎么样才可以成为花鼓队的队员？没关系啊。老师挑。以前呢？老师挑出来。老师挑。先排一排，然后。乡是台湾回顾镇的发源地，民国50年代开始，在考量地方文化加带动经济发展之下，希望能连接地方特色文化，或者传统技艺能有更加多传承加表现的空间。公民记者综合报道。